音乐节目歌手近日热播中，歌手汪峰在节目中深情的演唱引得广大观众回响。在舞台上卖力演唱的汪峰，私底下和李瑞联手弹琴，本以为在演奏一首动人曲目，没想到居然跌破众人眼镜。看看他的眼神，尼玛！像点，像点，像点，像点。